因为他去放生啊、点灯啊，那个力量太少。虽然他很专业，很非常专业啊，那这个专业对病人只能说暂时肉体的帮助，病人身上的业力，病人身上的冤亲债主，你能不懂啊？甚至老实说，在医院里面，上面上上下下都是男女孤魂、病魂一大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生病嘛。所以各位刚刚做药师烟供，慈不慈悲啊？非常慈悲。所以我很希望各位每天在门口点2支香，一支是甘露香，一支是烟供香啊。那我们现在干脆把它做在一起，懒人专用。因为咱台湾人门口香插一根香，敬雄，了解吧？这毋则叫做这间厝有信用啊。但是这个香最好不要断，不要断，所以他们就发明那种还香。当然，我现在也正在拜托了，你做较好味的吼，啊，无阮隔壁诶，鼻了足艰苦，连我鼻了嘛头壳疼变咯啊！我师傅，我加了很多好药啊，问题是配起来。没病，病人头痛啊！你的东西有问题啊，那是人家配得很好的，那不一样啊。像那一天有个菩萨送我那个什么荤供，我这个做烟供，哇，就胖，拢袂头个疼，鼻头个八道腰啊。好东西当然不会痛啊，所以各位，我想各位你可以去配配看啊，甚至水也好啊，没关系啊。因为不能停止慈悲吧，啊，就像我们现在用电动转经轮呢，对不对？啊，在佛前点灯不想断啊，这些都是要配合我们的悲心。当然也不是说我个电没我招来捆，我含着慈悲心睡觉啊，因为我的心态还是不离开这个悲心。但是当然这个悲心要有空性，你念一下：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哇，这个灯来供佛，可以断烦恼，对不对？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变成一种大悲大愿了。啊，如果我们用一个大悲菩提心，那这个灯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光。所以我想《金刚经》比较强调这个，不是在你做一外在的布施的有多少，而在你内在的心态，是不是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空性？啊，没有执着的，却安住在菩提心的，那这样呢，超过恒河沙的七宝布施的功德。所以，我们越想要帮助更多更多的众生，那我们越要有这种啊空性，不离开大悲心的空性，不离开菩提心，这是佛教的目的。所以，刚刚我们念的普贤十大愿王，这个可以让我们保持很强烈的慈悲的功德啊。这里面可以断除自己的烦恼，可以供养诸佛，啊，可以累积很多的资粮。那当然，除了我们平常生活，念一下，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爱护家庭，关心国家，守五戒，修十善业，啊，帮助穷人，那这些世间福报我们要去做了，啊，那有这个世间福报以后，进一步我们要。按照普贤十大愿的修行，啊，所以当然永远要记住，要内心要保持在极静的状态，那这个叫对治自己，对治自己。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强调，你讲三不间断，这三不间断是第一个不间断，就是对诸佛菩萨的祈请供养、愿发菩提心的不间断，啊。那这个不管在做任何行为，在家里最好有一个佛堂，一张佛像，这种不间断的，对，上求菩提心。为了上求菩提心，当然我们要从供养去做了。第二种不间断，来，慈悲不间断，来，祝公司发财，旺啊旺！我你爱想我还是黄金的像，乒乒乓乓，啊。那你不能说，这个好吵，不是？声音转为欧玛尼贝面后，声音转为黄金珠宝，然后呢，因为他们目的呢，就是要今天开业吉祥，哇，发财哦！
你要慈悲不间断啊，百千万亿的慈悲啊。所以这个慈悲不间断，那各位你要去意念来六道众生苦。那所以各位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的边边哄，他是要不间断的，以对诸佛菩萨的这种虔诚的不间断，所有的功德愿祈请诸佛菩萨来帮助痛苦的众生啊。所以就像各位在转经轮啊，昨天我就请了这个噶千仁波切加持的一亿遍的，还有个好处是轻棒棒，因为他们用是 Hinoki 做了，对不对？然后里面有一亿遍的胶卷，然后不能停了。所以那一天我见噶千仁波切，他说这个手不要放掉，我这样子哦，一个拿麦克风，一个拿这个，还要拿喷枪。不过爱惜机器，拿机器，不然不够用啊！啊，他说不要手握着转经轮，就算你没转，这也是深夜的功德了。就像各位拿着念珠啊，都可以了啊，一直在转，一直在动啊，在利益众生。所以那这个也是个方便哦，也念阿弥陀佛灭后，念阿弥陀佛供养诸佛菩萨，对不对？念诸佛菩萨的悲心念。来融入在六道里面，嗡嘛呢叭咪吽不间断。那除了这个上供下施的不间断，再来对治我执，开发智慧，成就服务众生，各项能力不得间断啊！所以各位就像发明手机一样，要一直进步，好不好啊？自己要进步，所以你今年要比去年进步，诸财爱后家。恭维啊，后天做代志爱下巴啊，要越来越有能力，不会做错了每一件事情，然后又不会生气。所以，像各位有家人最好互相印证一下，对不对？互相印证一下。哦，今天老板给你两个月薪水，明年看能不能给你三个月。老板真想换一个月，你也没进步，啰里啰嗦，还想把你开除了啊。但是如果你一年比一年还好，对不对？那透过修行就可以进步。如果你不修行，光忙进步不了的。所以这种自我反省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产品都在进步。这个产品进步是因为人进步，产品才会进步啊。人有品质，你做出来的东西才有品质啊。偏偏现在人没有品质，却要求薪水多一点，对不对，老板？这是我们老板很痛苦啊。啊，开车要进步，煮饭要进步，接电话要进步啊！啊，所以如果没有进步，那我每次到各个中心去看一下，那侬不是要进步？啊，人啊老去，老菩萨咧过啊，还民工白相求，啊，没进步啊！啊，所以那各位，哎呦，这个社会是竞争的哦。啊，你稍微不进步就被淘汰了，那何况是佛法，对不对？因为我师父常给我说，这个佛法的义理是永恒的真理，但要配合时代去做。我们不能很固执的说佛陀时代穿什么衣服我们就穿什么衣服，那我们出家人又要开始腾夹卡了，天气冷的要露这个背膀了啊，好像南传佛教才对，我们不对了。那这个就是没有跟着时代在进步啊！老实说，我以前去学校演讲，有一位法师很精进持戒的，所以他修南传的，他就进了学校。结果校长跟我说：“等一下，这位法师能不能不要上台？因为我上去，他坐旁边。”我说：“为什么？他是穿拖鞋。”我们在学校一直鼓励着同学要穿袜子，要穿鞋子穿好，他穿拖鞋。那我跟法师说。法师，那你就在校长室勉强坐一下吧，因为这样不礼貌啊，对不对？因为在学校里面，人家不了解你这个吧。法师不但没穿鞋，人家也没穿裤子的。南传法师不穿裤子的，那给校长知道，把背盖挑啊。所以你不能把印度文化拿到我们台湾来啊。
这个就是说，所以我就了解，哎，这个到学校演讲，你还是要配合，不然的话，你不能把硬硬把这种文化塞到别人的地方。时代不一样了，啊，所以我想这个缘起，那你就要配合时代的进步。所以我刚刚讲了两种对治自己，一种就是烦恼的减低，二方面是开发服务众生的能力。啊，所以现在一个人头脑好，钱赚的多不多啊？多了，他在家里搞个电脑就不得了了，啊，这个用人脑去使用电脑，这样可以了。所以他用脑筋可以赚大钱，时代变了，啊，那所以在这一点，这个就刚刚讲，来念一下，惜地成就。所以对自己的自我要求，要让自己缺点少一点。要让自己服务众生的优点多一点，就像买手机要便宜，功能要多，对不对？像素要好，照相要清楚，那还能补不完呢？双眼皮把你拍不出来啊！所以那这些东西要三不间断，这也是我们佛教所讲。来念一下：发菩提心，修大悲心，思维空性啊！你要能够净化自己，开发自己，就像镜子干干净净一样，就像现在的镜片，1000度的看起来怎么像100度，超薄，对不对？哦，这样好，这样好。啊，我那挂着的啊，瓶盖的呀，啊，所以不但现在还发展成，哦，听说在2020以后，就连隐形眼镜都不用戴了，对不对？啊，它可以植入一个东西，那就像。那老花眼一样，那些给你植入在里面，那你永远不用戴了嘛。科技在进步了，啊，那这一点我们弘扬佛法，甚至要推广，这些要去要求。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开拓法师洪怀兴顶，1月29号礼拜三上午10点，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点万灯，供万水，甲消灾发挥。联络电话：桃园中心03-347-7666，桃园道场03-331-0553，中立中心03-422-8806。1月30号礼拜四，定光高佛圣诞，清水祖师圣诞。上午10点半，慈悲基金会新德分会新春祈福财神法会，联络电话：新德分会03-545-6691，恩启福合会03-545-6692，新德中心03-533-7368。1月31号礼拜五，上午9点半。苗栗弘法善医新春祈福药师法会，供上药师经、点万灯、供万水、十供养、甲围炉香烟。联络电话：03-799-1513、03-336-026。2月1号礼拜六，念药师琉璃光如来，
七彩杜鹃三十夹，五丁盐卤王圣诞，上午八点半，台中五峰港堂北关斋戒。联络电话：控诉二二三八九九八七。一月二号礼拜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甲恶行成一千倍，药方上帝万寿。上午九点，家己慈悲湖降福在天祈福法会，甲新春团拜。联络电话：家己讲堂控五二二五五八八八。家己中心控五二一六六七控控，和睦中心控五二三控八三四八。二月四号礼拜二，献给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甲恶行成十万倍。上午八点半，河村技术学院大化校区篮球场南区联合举办降福在天新春消灾祈福大法会，点万灯，降万水，好生。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控七三一一一六五六，高雄红沙中心。控制七一控三五二二，高雄联雅中心；控制七二二一七四九，高雄邮政中心；控制三六五四三六九，高雄生命书房；控制二二一二三二三，王恒流通处；控制七八三一一二零，竹北流通处；控制三八一七八零九，高雄工商中心。控制六二二二五五五，高雄基山中心控制六六九三六三六。二月五号礼拜三上午九点，万丹慈悲超度道场北关斋戒献十供，好生点万灯，降万水。联络电话：空八七五一六空一八。二月六号礼拜四。关圣帝君回生，上午八点半，台南万道分区北关斋戒甲消灾祈福共灯法会。联络电话：台南道场控六二一三一一一二，台南西区中心控六二五八九一七七，台南新亚中心控六六五九二三六七，咸水药师道场控六。六五二二一七零，高雄路德中心，控制六控制三三七七，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喜迎春，接富贵。生命电视新竹地区举办新春祈福财神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1月30号星期四，大年初六，上午10点半开始，地点慈悲基金会新竹分会，地址新竹市东大路2段3号2楼，东大路北大路交叉口，联络电话新竹分会03-545-6691，缘起佛学会03-545-6692，新竹中心。03-533-7368，可将家中财神宝瓶带到法会加持。文化中心内可停汽机车，请善加利用。圆满新春照福田，生命电视苗栗弘法禅院举办新春祈福药师法会，恭送药师经，点万灯，供万水，食供养，祭围炉享宴。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1月31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开始，地点苗栗弘法禅院，地址苗栗县石潭乡竹木村北庄37号，联络电话03-7991513，03-7336026，上午8点半于苗栗车站右侧新竹客运对面备有接驳车，协办单位。苗栗菩提道场，苗栗免费素食结缘中心。
上最大的恶业，莫过于杀生害命。最好消除罪障的方法，莫过于往生。金山活佛曾如是开示。往生能消弭杀生的恶业，减少灾害的发生，也能与大地生命广结善缘，不再与众生结下恶缘及仇恨。我们不仅希望动物获得安乐，特别透过实际的往生，愿能带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平息动物们即将遭受的伤害及死亡的恐惧。莲花生大师有说，如果你能够救一只要被杀的羊，等于出家一世的功德。你能够救一只野生的羊要被杀，等于出家七世的功德。你能够救一只牛，那更是功德越大。所以我们救的体积越大，那功德力也越大。不当然就很单纯，你给他买多一点，然后说好皈依，那以后不要再杀牛，好，他就改了，因为他们很单纯，而且上师慈悲感化他们，所以上回有很多杀牛户一起很虔诚的这样子的忏悔，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感动。慈悲的海涛法师再一次地到来，总是尽己所能地抢救牦牛等物命，希望他们免受屠杀之苦。无形中，当地的四宰村民感受到师父与菩萨们的护身善行，让他们渐渐地放弃杀生，不再买卖众生血肉。我们一心祈愿，愿所有生命都能脱离刀俎的恐惧，获得新生，无忧地享受生命的美好。牦牛非常聪明，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族群，二三十只一个族群，二三十只一个族群，照顾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当地的人，包括藏人，如果迷路了，就牦牛请他们带路，他就会开路。所以牦牛智慧非常高。那牦牛长的地方至少在3000公尺以上，所以他们出钱买了一部车。帮忙在牦牛上到10个钟头的山上，那他们就方便了，因为他们以前不太方便。那这样就有一部车，随时可以载这个牦牛，然后呢，他们就一辈子自由在那边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
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当我们看见动物面对屠杀时的惊恐表情，恻隐之心油然升起，而这一念不忍即与大悲观音产生共鸣。师父说，若能进一步保护生命、救护生命，则是在例行诸佛如来的慈悲大愿。实践菩萨之道。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求真理，重拾你的生命。